大家好，我们今天来看9.3C 的习题。我们来看第一题 ，tujuh kepingkat yang berlabel dengan huruf GEMBIRA dimasukkan ke dalam sebuah kotak。有七张卡，分别标示着这gembira的字母，它放进一个盒子里面。Sekepingkat dipilih secara rawak dari kotak。一张卡呢，就随机的抽取出来。Dengan menyenaraikan semua kesudahan yang mungkin, memilih cu suayu le kenungsing. Hitung keberangkalian kad yang dipilih berlabel huruf walker atau R. 我们要算出那张卡抽取的卡呢是 walker 的或者是 R 的。那么你要明白我们是一张一张卡抽出来。然后在这里一张张卡抽出来的时候你就要列完所有的可能性。那么所有的可能性其实就是这一个对吗 ?Run sample。所以比方说 run sample 其实我们有七个，然后我们知道我们要的是 huruf walker 或者是 R， 所以呢我们的 huruf walker 打个比方我们用 V 咯， huruf R 我们就是 R， 那么我们抽取一个出来 walker 的这个它的 run sample 呢或者它的个数的汉呢我们有 EIA， walker 就是 AEIOU 对吗，但是在这里呢我们只有 EIA， 那么 R 呢我们只有一个OK， 那么接下来我们当我们知道这是 atau 的时候 ，atau 是 kesatuan， 那么 kesatuan 就是全部都要，就是 v 也要 ，r 也要，所以我们的这个 kesudahan 就有这两个的 kesudahan 喽。OK， 接下来我们知道我们有四个，对，我们的总数 kesudahan， 我个 atau r 呢是有四个，所以当我们列完所有的这个 kesudahan 的过后呢，我们要找它的这个 keberangkalian。那么keberangkalian这个呢，其实是等于四per七， okay， 因为四个从七个选出来， okay， 就这样而已了。所以你要明白到底它的 run sample 有多少个，我们要抽的东西有多少个，就这样而已。所以你要很小心明白它怎么样抽取，然后它要的是什么。我们来看第二题啊 ，dua buah kotak yang berlabel K dan L， masing-masing mengandungi empat keping kad berlabel dengan hurufSERI dan tiga keping kad berlabel dengan nombor 4, 5, 6, 4, 5, 6. Keping kad dipilih secara rawak dari kotak K dan L masing-masing. Okay, 在这里呢我们明白的有两个盒子，一个盒子呢就分别就这样，里面有个东西，分别有了这两样东西。这两个盒子呢其实我们都抽取一个卡，你这边抽一个卡，这边抽一个卡。Okay.Dengan menyenaraikan semua kesudahan yang mungkin. Hitung keberangkalian mendapat huruf S dari kotak K atau nombor kandaan 3 dari kotak L. 那么在 K 这边我们拿到 S 的， L 这边我们拿到是3的倍数。如果照这样的看法呢，我们 K 呢其实这个 atau 的话哦，我们知道 K 我们只有 S 对吗？ L 3的倍数只有6。但是我们真的是只有拿 S 和拿6这两个而已吗？对，我们不是哦。如果你注意看的话，我们是每一个盒子抽取一张卡，意思说当我们这边抽到 S 的时候，我们这边要抽一张卡，这边抽到1的话，我们这边抽一张卡，明白哦。所以其实呢整个东西呢我们要列出来有不如 S 的东西呢，其实就是比如说 S 抽一个，我们可能会抽到4对吗？就是说这是我们的可数的答案，也有可能我们这边抽到 S， 这边抽到对5，也有可能我们这边抽到 S， 这边抽到6，明白吗？所以只有 S 呢只有3个，这边可以抽只有3个可能性。那么至于3的倍数6呢，我们有几个可能性呢？对，我们有4个，就是说 S6 E6 R6 和 I6， 明白吗？因为我们抽这边抽一张，这边抽一张，所以我们有四个可能性，然后当你看的时候你要明白它的作业程序是怎么样。所以当他说这边抽一张，这边抽一张，所以呢我们就要列完所有 S 的，因为他说 S 的 kotak K 吗，有 S 的话我们就有这三个可能性，3的倍数的话我们有这四个可能性，明白。所以当他用这个 atau 的时候呢，其实就是说我们要列完所有的这个可能性，只是有重复的我们列出一个就好了。比如说在这里重复的我们有 S0 对吗，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列两次，列一个就好了。所以整个东西呢我们就有
六个。OK，我们的这个总数呢，S 啊到刚刚第一个的那个可数的函呢，我们就有六个咯。OK 吗？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找可巴朗改链的时候哦，我们知道可巴朗改链就是多少个从多少个抽取出来，我们知道有六个嘛，因为啊到的这边有六个，从多少个抽取出来呢？这边有四个，这边有三个，是从四个抽出来，还是从三个呢？还是这两个加起来七个，从七个抽出来？如果你明白它的作业程序的话，这边三，这边一个，这边再抽一个，对吗？所以每一个号码呢，其实有几个可能性呢？这每个字母有几个可能性？有三个可能性，对吗？所以这边有四个字母，所以就其实是四乘三了，对吗？四乘三，所以我们有12个。所以其实呢，在这里呢，上面的这个呢，我们有六个；下面的 run sample 呢，其实我们用四乘三，我们有得到12个。所以六个呢，从12个抽出来。如果你看不出的话呢，那么你就列完所有的可能性了，你就看到了，对呀。所以呢，我们可以约减得到二分之一。好，我们继续第三题。Beberapa kalian Jesse dilantik sebagai pengurusi klub keuangan dan ketua rumah sukan masing-masing ialah Pavensesan dan Juventus. So, di sini, kita lihat ada gambar Raja Wen. Lengkapkan gambar Raja Wen di sebelah untuk mewakili hubungan keberangkalian Jesse dilantik sebagai pengurusi klub keuangan dan ketua rumah sukan. Kemudian, kita填满这个 gambar Raja Wen. 我们之前是用数量来代表，那么这一个呢，它要我们用这个可巴朗概念来代表。当我们用可巴朗概念来代表的时候，我们先看它给的资料哦。它这个 J 的可巴朗概念呢，就是这个 J 是这个set 对吗？这个圈，它是3%，所以这个整个东西呢，代表着3%。而这个 K 呢，可巴朗概念呢，我们是2%，所以整个东西呢，就是2%。所以，当你明白的时候，其实呢，我们涂黑这个范围哦，你会发现这边是重叠的，就是说多出一个地方，多出一层呢，大概是这样的意思了。所以在这里呢，其实我们这两个东西呢，这两个可巴朗概念呢，其实都不能代表整个完整的。如果要代表整个完整呢，首先你一定要找出中间这一个，中间这一个呢，根据这个set 的这个互补案呢，它是不西两案哦，哎，不西两案，然后我们再把它跟这个哥巴朗干连接起来的话，这个西拉安呢，其实就是我们可以运用这个胡贡本达拉班，意思说我们用 J 的哥巴朗干链乘以 K 的哥巴朗干链，我们从中来找这个重叠的哥巴朗干链。所以在这里呢，其实我们意思说用3/8乘2/2，来乘了过后呢，你的答案会得到12分之一，所以这个就是12分之一了。而当这个十二分之一的时候，刚才我们的 J 是多少？对，3%，对吗？那么我们就要减掉这一个咯，跟 set 的观念一样的，3%我们要减掉中间这一个，我们就得到24分之7。所以同样的，当你要找这个范围的时候，我们整个是2/2，给你看回去这边，K 整个2/2，我们中间已经有了12分之1，我们来减就好咯，用2/2减掉这个12分之1，我们就得到这个了。而外面这一个呢，有还是没有呢？如果你要知道的话，你一定要算这个加起来。当你加起来的时候，你会得到这个号码。OK，你明白吗？当你加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诶，它没有到一哦。如果你还记得哥巴朗概念的话，我们说整个可能性，全部的可能性就代表着一，对吗？也就是说，如果说他当选这个格王安的主席，就是个机会。当选这个戈多鲁马苏干是这个机会，那么外面这一个呢，代表着他没有当选，也就是说他当选其中一个，给随便其中一个或者两个都当选，他的机会是这个，对啊，那么他没有当选的话，意思说我们要找外面的，当找外面的时候，我们就要用整个东西减掉这一个咯，OK，那么整个东西其实就是一了，明白吗？所以我们用一减掉这一个，我们就得到72分之35，所以我们外面的可能性呢，意思说它没有当选的可能性呢，就是72分之35，OK，明白吗？B，移动哥巴朗卡亮杰西抵达伊兰迪斯巴盖本格鲁西，
Kelab Kewangan atau Ketua Rumah Sukan. Tapi bila dia juga suan cu juga jensi de jihui, dia tidak mencung syen juga pengurusi kewangan dan ketua rumah sukan. Oh, kita pun izin suan lah. Dia mencung syen itu cijung lengkar, itu suan wain ni. Jadi, mana tangan lah, itu se 35 per 72. Disiti, Kesatuan Geografi SMK Cerdik mengadakan rombongan lawatan sambil belajar ke kota Kinabalu. 他说这个 SMK 这个地理学会呢举办了一个旅行团去 kota Kinabalu. Kebarangkali Mandy dan kita menyertai rombongan ini masing-masing ialah 7/4 dan 14/9. 所以这个 Mandy 和 kita 参加的机会呢就是这两个 okay, 这个是 Mandy 这个是 kita. Lengkapkan gambar raja pokok di bawah. Tenhao, pilih juga biogel. Seterusnya hitung keberangkalian hanya seorang daripada Mandy atau kita menyertai rombongan ini. Namun, kita menghitung keberangkalian hanya Mandy atau kita menyertai rombongan ini. Kita menghitung keberangkalian hanya Mandy atau kita menyertai rombongan ini. 要怎么看呢？我们就先填满这个表格，你就看到了。当他填满这个表格的时候呢，我们先看 Mandy， 因为他写的 Mandy 嘛，对不对？这个是代表着 Mandy 有趣，这个 Prime 来说以外嘛，就说 Mandy 没有趣，没有中选。然后 Mandy 有趣的机会是七分之四，OK，七分之四。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去的话是七分之四，然后没有趣呢，就是跟这个去相反，对吗？我们整个东西。 就是一，那一定要记得去不去，两个都有的话就是整整满一，OK啊。所以当一我们要找这个不去的话，一减掉这个咯，我们得到七分之三，对吧？然后同样的，我们接下来看吉他，吉他有去的话，我们知道吉他有去的话几率是14/9，所以在这里呢，就代表说吉他有在有去，就代表说它没有去。所以有去的话就是14/9，那没有去的话呢，我们就用一减掉这个有去的咯。 所以我们就变成14/5，而下面的也是一样哦，有去的话我们一样的，因为他们这两个是分开的，是没有关系的。可能改良滴答不上的，可以不是滴答不上的。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知道如果 Mandy 去，那么滴答去，我们的可能就是两个都有去。这个呢是 Mandy 去，滴答 没有去，啊，然后这个呢就是 Mandy 没有去，滴答 去，这个呢是两个都没有去。 OK， 那么我们要找的可巴兰概念就是其中一个区，对吗？其中一个区呢，我们在这里是两个都区，就是其中一个区了，所以我们这个阿道的话，其实就是说我们要这两个，有什么有两个情况哦？第一个情况就是这个Mandy区给他们去，或者所以一个阿道咯，对吗？或者所以当你阿道的时候，意思说我们要用哪一个呢？对，我们要用脚，OK，或者。 这个 Mandy 没有去给他去，所以两个情况。而我们要找这个情况的话呢，我们就是这个路线图，给、okay, 这路线图，所以我们就用可巴兰给它撑起来。OK， 所以这个也是一样，我们的路线图是这一个，所以我们用这两个的可巴兰给它撑起来。所以呢，其实做法很简单，就只要你要知道它怎么样进行，然后它有几个可能性。比如说在这里有两个可能性，所以我们有一个按刀。 当按到的时候呢，意思说我们要这两个的机会要加起来，而当我们分开这两个，我们看单一个的时候呢，我们再看回去这一个，这个是路线图对吗？这个是可巴兰概念的可能性，所以我们就拿来乘咯。所以我们这边就是4/7×58，然后按到的话就再加咯，加3/7×98，所以我们得到98。OK， 20/98。 这样，27/98，所以整个东西呢，答案是47/98，就这样而已了，明白吗？所以你要很明白它怎么样进行，然后你要很敏感它的 run sample， 然后它的可能性有什么？比如说在这里它可能性有两个，所以你就要写出来，所以你就觉得你会分析一步一步做。然后我们到这里啊，谢谢你们。